上尉工匠，你找我？亚坦尼斯，年轻人，真高兴见到你。菲尼克斯，你怎么会？这个进化者原型机复制了菲尼克斯的人格，因为你们曾经是朋友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。 他以为自己刚从静止中苏醒，被改造成龙骑士。菲尼克斯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艾达瑞斯亲自下令，要我来格拉西斯协助圣堂武士。那是他记忆网络里的最后。他到底要死几次啊？这名伟大的圣堂武士仍然受议会指挥。 你知道格拉西斯在进行什么实验吗？艾达瑞斯为何给你这个命令？我只是个战士，老朋友，你也知道的，我没有资格质疑仲裁者的命令。他的构造非常先进，外壳是由超高密度的亚丹尼姆合金所组成，看来他是古代计划重启后的第一个实验体。够了！ 我为议会征战四方，如今却被人当成实验品检查。我可是圣堂武士，而且我和亲爱的老朋友重逢了，这不是很棒吗？你说的对，凯拉克，不用再测试了。菲尼克斯，欢迎你登上雅顿之锚。 开始要变态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全新设计的进化者，足以媲美我们过去研发的所有科技。这份复制资料能精准复制实验目标的思想意识。菲尼克斯的人格应该相当准确，有多准确？准确度超过99%，所以多少还是有差异，微乎其微的差异。然而在一生当中。 这些细微的差异是否会让你做出不同抉择呢？而这些抉择又会造就怎样不同？亚坦尼斯哲学家的，密切注意菲尼克斯。要是他肯加入我们，我得弄清楚他到底是谁。哲学系的。你我曾在战场上昂首并肩，无数次挥舞刀刃，出生入死。你现在。 是神族的领袖，一想到这点，我就为你感到骄傲。残存的仲裁者跟尼拉辛姆部族选我作为主教议会的代表，他们选上我，我深感荣幸。塔萨达一定也深感骄傲。菲尼克斯，塔萨达死了，他为同胞牺牲了自己。 啊，不就你杀的？他们免于灭亡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那艾尔达也被虫族给毁了吗？没错。我到底静止了多久？怎么会变成龙骑士？菲尼克斯，你知道进化者计划吗？当然知道。 那个计划复制了伟大圣堂武士的人格，创造出非常危险的机器，最后被关闭了。我们的确是关闭了他们，但是并未停止研究。我们仍然不断设法运用那个古老的科技，重现最伟大的圣堂武士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。 我们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见的战争，我必须争取所有盟友，即使是进化者也一样。那么，老友，我愿意为你而战。14、15。 军意识，大主教，进化者的科技对我们没有好处，他们从里到外都是有缺陷的。
前人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？我们获得了新的支援机械，带你过目。支援机械？哦，哨兵哦。可以补护盾跟开那个，这是加攻速跟移动速度。再度见到菲尼克斯让我很矛盾，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，但我却觉得悲伤。据说菲尼克斯这位战士是死在刀锋女皇手上，他只是复制品，不是菲尼克斯。他的存在只不过是提醒你，菲尼克斯已经死了。他的声音，他的思考方式，他的每一个动作，他所描述的回忆是如此的历历在目。直觉告诉我，我的朋友回来了。但是逻辑却告诉我不可能。我们尼拉西姆经常思考，当初亚坦尼斯跟菲尼克斯都是菜鸡啊。我们全体经验所凝聚的总和，还是大家内在都有某种超越经验的灵魂呢？有朝一日，我们会知道这个菲尼克斯是否拥有真正的自我，还是个有瑕疵的冒牌货。有新的吗？我看一下。欢迎你，大主教。菲尼克斯塔萨达亚坦尼斯吗？大主教，凯拉克利用葛拉西斯的资料启动了机械哨兵，请妥善运用。我会净化敌人。我会净化敌人，来吧。大主教，我明白这个神器如何运作了。对萨尔纳加而言，能量、原值跟资讯全为一体，三者互相转换，并且变化自如。你解开了泽拉图说藏在星耀石里的讯息。是的，就我所知，他会指引我们前往奥纳。奥纳，那个地方只存在于神话跟传说里。她是萨尔纳加的母亲，我相信星耀石能投射出她的位置。让我看看。不可能，一定是我弄错了。奥泰利安裂隙，不可能的，没有任何物体能在这么强大的力量下幸存。大主教，看来我让你失望了。凯拉克，据说萨尔纳加来自一个没有任何生命的世界，所以你没让我失望。这和泽拉图的预言一致，我们非去不可。立刻开始准备。过去不就死了吗？泽拉图，许多人认为你疯了，然而你又再一次看透我们所看不见的真相。星耀石会带领我们前往奥泰利安裂隙，前往萨尔纳加的母星奥纳。老朋友，我注定要继承你的志业，我会唤醒萨尔纳加粉红色的裂隙啊。各位好，感谢林毅看过剧本，有没有看到这粉红色的裂隙？
可能，我当时怎么跟你讲这样的话？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早该化成基本的粒子，现在却平安处在宇宙的交界。泽拉图说对了，就在奥纳。看啊，生命的摇篮一直隐藏在这里。没错，但是为什么？生命的摇篮，他们现在已经到那边了，有没有看到粉红色的裂隙？新钥匙指引我们到这个地方，也许泽拉图真的发现了什么。这就是我们的天命吗？真不敢相信，我们就在奥纳的上方，我们的造物者萨尔纳加的家园。仲裁者曾经推论，萨尔纳加离开艾尔以后，回到类似这样的地方。据说他们一直以来不断沉睡。泽拉图相信神器会引导我们找到希望。或许萨尔纳加就是他所说的希望。如果传说是真的，那萨尔纳加就在下方，等待他们的子民去唤醒他们。希望如此。你好，我一直想不透为什么泽拉图知道新钥匙能引导我们来到这里。现在看来，这正是新钥匙的主要目的。泽拉图对真相的洞见超乎我的理解。这个地方不应该存在才对，它违反所有科学常理，跟所有已知的星体运行机制背道而驰。科学常理，我曾经以为神族已经穷尽了宇宙的知识，我真愚蠢。神族所了解的远不及宇宙的万分之一。无忧凯拉克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他这个万分之一是怎么推出来的。真的是随口说耶，这个好扯哦。菲尼克斯，你似乎很困扰。大主教，很抱歉，我一直在思考为何命运引导我来到这里。我发现我的记忆有断层，方舟间档案库里面记载的战役我应该知道才对，但是却完全想不起来。你说的是哪些战役？记录里面说我在安提亚克星战败，并且复生为龙骑士，但是这副身体很明显我并不是龙骑士。菲尼克斯，这些只是记录，不代表所有真相，但是答案未必是你想要的。老朋友，不管事实有多残酷，我都愿意面对真相。那么祝你找到答案。哎呦，大主教，我们在这里似乎收不到讯息，讯号中断了。无忧之术，亚顿之矛的感应器发现一条疑似能进入神殿的通道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战舰随时可以出动。这有什么？六分钟内控制一个天心锁，十分钟内摧毁泰坦级传输棱镜。这很难吗？十分钟内摧毁，来来来，我看大师是什么？联合之电。摧毁所有敌方基地，所以我要十分钟之内摧毁泰坦级传输棱镜，然后还要把它全灭，这样。然后六分钟，那要控个天心锁。哎呀，这
看起来就没有很难啊。这里就是萨尔纳加的幽冥之地。怎么可以传兵啊？太无耻了吧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现在能从星际之门跃传凤凰战机了，他们具有绝佳的机动性，擅长进行长城拦截作战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击败亚魔的部队之后，只要让我们的战士靠近天星锁，应该就能取得控制权。我将遵从。加尔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们的敌人了解。遵守你的命令。传送者空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虚空，我是黑暗之心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来来，这是稳的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灰暗，传送者空的金矿。很是我你的迷魂，你很虚空。你必须见到更多水晶塔。我们的移动是暗。我是月食之神王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很说你的命令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传送者空的金矿，与敌人就在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会帮。亚蒙的部队要来攻打我们的星河了。是。要来攻打我们的星河了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传送者空。我是升级完成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。虚空哪一关最难打？看你是要怎样个打法。你只烧过关的话，做一关吧。但你如果要解，用残酷解成就的话，我是可能是天锚太空站那一关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传送者空。虚空是冰冷的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非常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传送者空。大主教，塔达利姆出动了一艘泰坦级的传输棱镜。如果它的动力核心跟我们的类似，那反应炉会是由纯化的太阳素所制成的。情况允许的话，应该摧毁那个棱镜，用它的反应炉来强化我们的太阳炉。很说你的传送兵，天星锁是我们的了。从能量流动的方式研判，只要再控制其余四个，就能开启神殿。开启神殿。我是。为了荣耀，提高戒备。亚蒙的仆人打算来夺取天星锁。战斗。
应该从后面来。我渴望触及，真是难以捉摸啊！这个。只要你不解成就，每一关都很简单啊。为了荣耀，要解成就就是另外一个难度了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完成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Not the rock。我将胜利的方向关闭。传送成功。了解。我将遵守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在耍剑啊，然后传兵下暴力了。传送者攻入瓦斯。成功了，我把船舰上的反应炉跃传过来，以便进一步研究。敌人交战中。啊，要不要脸？攻击！你需要，你没有足够传送成功。乘坐在正义之翼上，升级完成。了解。空间立场已连线，我们的敌人潜伏在船里。为了荣耀，我可以穿越星际规定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船里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战斗的时间到。排敌人好顺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我将。你需要更多。受到攻击，我将遵从传送成功。我方的水晶塔遭到攻击。
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各位战士，快从敌方基地撤离。好了，敌方基地啊，集中战力控制天星锁。好，我等下回他。加鱼，空间立场已连线。我渴望出击，我们的敌人起来了。战斗的时间到。啊，我想起来这一关了。他这个地方会出冰套，这里这边一个神族，一个人类，轮流出冰。不对，不是轮流，他们是同时出冰。我可以穿越星系飞碟。加入主体。我可战天空等如果传送成功。他怎么回去了？他退回家了。立场已连线，乘坐在正义之翼上。干，他要走到一半退回去的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传送成功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与敌人交战中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快点夺回来！空，你战人直接空，传送成功。人叫狙击，饿吗？战斗。于6分钟内，并且在任务中都没有失去对他的控制。他不是第一个吗？他这个中文是他中文问题还是我的理解问题啊？还是是你的中文问题啊？于6分钟内控制一个天心锁，并且在任务全程中都没有失去对他的控制。这我的这个理解不就是第一个？控制的那一个不要失去就好了。时间到，哎，抱歉抱歉，我们中文实力还是有落差啦。传送成功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升级完成。了解，我将遵从。空间立场已连线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传送成功。我们的。
的金矿，为了荣耀。了解。加速度 10 Pro Zero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哎，他都退回去了。哎，高边。战斗的时间到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战斗的时间到。Not the wrong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那不让动武。了解。乘坐在正义之翼上。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爷爷，您回来啦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压力越大，他那每一波兵来就是消耗我的钱。我苏醒了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战，空间立场已连线。这里曾经是您的故乡。战斗的时间到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金矿，哎，我想到他怎么突然变成一坨天空等着我的绿豆糕，我突然刚走走过去变绿豆糕了。战斗的时间到，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敌人将被困。我操！苏醒了。散药啊！战斗的，我们的敌空间升级完成。Zero back cryo。传送成功。战斗的时间到，天空等着我。
真英霸，怎么会盖那么卑鄙的东西啊？你必须把它放好，传送入坑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为了荣耀。我看到这个建筑腿看起来就是艺术，就是艺术啊！键盘冒奶，与敌人交战攻击。喂，我漏网之鱼。不觉得这画面很帅吗？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反正就是亮亮的。苏醒了。完成。哇，科比死了。皮卡丘。五。感谢 XDOLE， 感谢，感谢续订。传送成功。
看这边太猛了吧！下一发那个，我下一发那个光速一定要放得很漂亮的。空间立场已连线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。你需要我的基地上重要工具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哎，传送成功。你们许我的意，我是黑暗之心。那剩上面的吧。我们和阴影是一体。许，与敌人交战中，我会帮你。暂时先这样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来吧，人类！传送成功。我是玉石之殇。人类家在哪？这里吗？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会按照你，我们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我苏醒了，非常明智。告诉本属你的命令。升级完成，传送成功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一发打不死，我天！我给你们。人类好弱哦。
这个 head 根本毫无反抗能力了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哦，变魔术哦，他怎么来的？场已经耗尽，这边真打掉就清光了吧？应该没有剩了。敌人尝尝我们的愤怒，这边打光应该就清光了。非常明智，与敌人交战中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是玉。你很熟，我很虚。那我把白面打掉，这边就解掉了。我们的仪，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虚空，我们和阴影是一体的。告诉我，敌人在哪？实质上，我是黑暗，我是玉石之上。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。大主教，五个天心锁全都控制住了，通道正在开启。哥斯达一下是赢还输啊？他不是蛮强的吗？看来亚文的部队撤退了，在神殿内部，我只感应到一片死寂。那代表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的命运即将揭晓。其实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解掉，因为我之前就解掉了。